呦我去，大妈，我看你这都60多岁了，居然还能干到这种工作。不说别的，就这个速度，就这个手法，哼，我是干不了。真是江湖越老，手法越好。什么江湖不江湖的，在我们厂那都是浮云。别的不说，你就看八旬老奶奶的工作效率，你再看看这娴熟的手法，哼，就这在我们厂那都是资深的老员工了。不用睁眼，不用看，手上夸夸就是干。哎呦，大妈，你这手速可以啊。嘿嘿，还行吧，日常操作。这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一问工资啊，2500。哎呦，大姐，你这手速真可以啊。小伙子，你可别说了啊，就这个手速，哼，那都是慢的。哎呀，啥也不说了，一切为了活着。过去，大妹子，你们两个这手速更快啊，就你们两个人的手速，别说我没有反过来，我估计啊，快递都没有反过来。